三个人。 我跳上去了，还有个晕的。啊，这边你看得到吧？你那边那个我看不见，他在那个围墙那个。我刚好想狙了他，一枪头可能晕了。在那你慢慢摸就行，能打着。有可能晕的，我们冲吧，一会儿。我他妈是给我杀了，我操！给你杀了干啥呢？ 趴在那，墙角。我这边有一个土哥，这边还有，过来了，围墙。一枪头。捡了人。 看到了。